好运住病房，幸运上天堂。好搞，应该是癌症。身体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吗？最近比较容易嘴巴破，这一年来大概破了7次。偶尔眼睛会红，就前面嘴巴破、眼睛红，都在告诉你说你已经生病，嘴巴破你没有注意，你都会死掉。他的脚呢，就不小心被铁片卷进去，可能有那种痉挛的那种现象，他就错过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可以打破伤口，对，打非常非常碎，是碎到底，差不多5天他就过世。好，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